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啊，后辉，你竟然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！老婆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哪有啊？哪有？那笑笑是谁啊？笑笑，老婆，你跟我解释啊！笑笑，我去年就和他分手了呀，他现在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没有关系啦，我不是听说你在上海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吗？是啊，可是房子我和他分手的时候就已经卖了呀。房子卖了，那钱呢？钱都在这里，我一分也没有用。卖了多少钱？买的时候吧，40万。40万？你还真舍得买？去年卖的时候，2017年40万。就在这里。你个败家玩意啊，你怎么只养一个呢？干嘛不多找几个？这是广东叔叔，山东小新，河南洪小姐，江苏陈晨，安徽佳佳，还有辽宁贝贝。还有没有？基本上每个省都有一两个，可是我觉得房价还会涨，所以就还没有提出分手。